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卫生间洗手池下水管道的维护和安装。我们今天需要用到的材料呢，一个叫做 plumber's putty，这种呢，国内可能是叫油灰，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胶带，叫做 thread seal tape。我们今天的这个洗手池呢，它有一个 pop up drain，我们就先从下边把这个 pop up drain 给拆掉。我们要从这个下边把这个地方给拆开，先拿掉这上边这个那个杆就可以去掉了。而这螺丝已经松了，这个杆可以去掉了。我们然后呢，把这个要给它连着杆连这个有连杆的这个地方要把它给卸掉。这个拆掉了，然后呢，我们把下边这个 U 型管要拆掉，下边要放一个接水的东西，免得有这个水漏出来。这个 U 型管呢，一般来讲是用手就可以给它拆掉的。上一次有一个朋友打电话问我，说家里的这个 U 型管下边可能是堵了，问我要需不需要用管子钳，这个请大家一定注意，这个东西一般用手就可以拧掉的。您如果是实在是很久没有用的话，需要用工具的话，也一定要很注意，不要把它给拧坏了。下面我就把这个给拧下来。拧这个的时候注意，拧这个的时候注意，这上边这儿还有一个接头，这个两个要都要把它给卸下来。好了，我刚才把这个 U 型管已经卸掉了，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安装前本来是这个样子，现在拆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我现在需要从上边开始把它给拆下来。这个地方就可以拆掉了。我现在把这上边的这个接头，还有下边连着下边那个连杆的这个 pop up drain 都给拆开了。我们现在第一步呢，要把这个洗手池下水的这个地方要把它擦干净。以前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plumber's putty 就留在这里，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抹干净，否则可能会有漏水的情况存在。好了，我现在把这个洗手池里边这个孔擦了，仔细的擦了一遍。我把这个接口的地方也非常认真的擦了一遍。然后呢，现在我们就需要在这个位置放上一圈这个 plumber's putty。plumber's putty 呢？要把它拿出来以后搓成一个条，然后把放在这边这一圈。我刚刚用了一些这个 plumber's putty，搓成了条，把它放在了这个接口这个位置。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装上去。装上去的时候呢，把它放在这个孔的这个位置，然后往下压紧。这时候呢，会有一些plumber's putty 会压出来一些。待会儿把它给清掉就好了，一定要保证会有一些出来。我放的可能是稍微有点多，但是没关系，一定要保证会有一些 plumber's putty 出来，这样才能够密封紧。刚刚拆下来的这一部分的这个下水管道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有螺丝的地方，我们要把它重新缠上止水胶带。这下边这一部分还挺长的，要重新缠一下。好了，我刚才用防水袋把这个下水管的这上面这有螺丝的地方都给它缠上了，重新缠上了。然后呢，我们下边把这个，最上面的这个橡胶胶圈把它擦一下，擦干净就可以往上装了。重新往上安装的时候呢，这上面这个胶圈，是这个小的在上面，下边的大的在下面。然后呢，要这样，尽可能的顶住往上以后，这个地方要安上。然后呢，现在因为这是固定不住的。要把下边这个 U 型管也装上才行。现在呢，就可以把所有该拧紧的地方就都拧紧了，这些地方把它上紧，下边的也要把它拧紧。这时候要注意呢，这个口要对着正后方，因为它要接着这个，回头接着这个 pull，叫做 pop up drain 的位置，我把它上紧。
好了，下面呢，我们就来安装这个 pop-up 这一部分。这上面的这一部分呢，要注意把它安装的时候，要把这个孔一定要对着正后边。大家可以看到，我把它安着对着正后边的这个部分装进去。然后呢，一定要保证下边这个叫做 ball rod，一定要保证这个头要能插到那个孔里边去。现在试一下。好了，我刚才试了一下，这个 ball rod 的这个头部已经插到刚才那个上面那个 pop up 那个部分的孔里边去了。这样的话，可以把它暂时上紧，不能太紧。然后呢，把这个弹簧片的一端插到这个 ball rod 里边，然后接上面这个部分。这部分呢，它上面有几个孔，它是用来调节的。我们先把它放到中间这个孔。然后把这边这个弹簧片上去，好，这样连接暂时就算连接好了。一会儿需要调整的话再调整。我们把这个稍微上紧一点点，注意不要把它拧得过紧，甚至拧坏了。基本上这些东西，就是用手稍微使点劲儿都可以完成。用两只手在上边试一下这个 pop up 这个连杆的这个高度，看看合适不合适。如果合适的话，把这上面这个连接的这个螺栓啊，这个螺栓把它拧紧，把这个杆儿拧紧，这边看，感觉拧紧了，好，然后再试一下这个，看看这个高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度，好，现在就可以了，我们再试一下这个。Pop-up 的这个效果，拿起来，好，可以了。我们把水池里这个 Plumber's Putty 多余的部分把它给擦掉，擦干净，把水池擦干净。然后呢，在水槽的下面我们放一个盒子，现在我们就可以试一下漏不漏水了。好，我们现在可以开水。然后检查一下这些地方有没有漏水。好，没有漏水，我们这个事情就算完成了。谢谢大家收看。